崔金的爸爸来了，于海发现自己的爸爸却不见了。哎，亲爱的儿子于海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爸爸已经走了。原谅爸爸的不辞而别，希望你在这儿能学会独立坚强。他走就走呗，反正在这儿，反正他在这儿，走就走了，走就走了呗，无所谓了。做做饭，我什么做饭？做饭啊！你别动啊！停下去，停下去，人车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下午谁成的？走吧你啊！今天我这个，现在我自己在这里吃了啊。说好了陪到底吗？不讲信用，不讲信用啊！好好工作，看工作啊！根本就不爱我呀，根本就。不爱我呀。